下骷髅，啊呸，击飞了，击飞击飞击飞，对，南方那边。哦，打他，要打，我们几个人要打他。你到东要追到上面来。不行，要来个。嘲讽是能嘲讽，但是现在二手 H 跟十 H 不一样了，十 H 锁定的时间短，二手 H 在这不停的锁定，基本只有两三秒的去困闲。还得在我左边拉点，我能够不着。哎哎，打上面的去了，我操！太狗开战旗快的。哦，那个旗子还在搬，你看过去奔，奔奔奔奔。奔，好，这个把骷髅搞一下子，第二只下来了，拿一下。藏在这儿了，我操！藏在这儿好。我操，这西瓜不吃晕啊！哇，这边太惨了吧！怎么了？老张，咱们怎么了？不是吃拉吗？不是拉拉吗？练的击退爆炸式陷阱是 CD 多久？又下来一个。三十秒。正负。啊，就近战的那个。图腾快打！暗影突袭，看到没？就这个。像面一样的东西。只不过是一直。你要是人能下来打，就没有必要上去了。他那块从哪儿刷新的？就是上面刷新的。那击飞战士下面那个怎么拉的？别刷新点是在。战旗快打！像我这打不行吗？这个精细碎在这边吸引不会。啊！我在上面打和下面打没区别啊。哎，那样你让一个 DK 拉行不行啊？在那个下面刚好能拉到的。而且你要把这里拉左边来，就伤不着，没有力。拉下来之后，牧师直接一个捆把捆住。对呀、啊。图腾快打。准备拉，拉不动了。可以拉，在你背后啊！我靠。战旗快打。有没有学生奔下来？这个上面大骷髅啊！是，这是拉了吗？还是什么？你给他家伙一个保护、啊，刚才是被崩下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鱼，铲铲铲铲，好、哦、对，然后欧美一会补、啊。战旗快打。基本上一个牧师就能搞定。追捕者睡人了，现在出来了，等我爷。啊，这跑了，图腾快打，藏在这里了。啊，骷髅上面把骷髅打死。快躲开！战旗快打！一定要把它藏在远离小怪的那个工程兵的位置，一定要藏到那里。嗯。大哥，你一定要注意，我操！大哥
到时候人群就往前压嘛，你加这样的话人群就往前压算了。又现在出来了，图腾快打，进度换完了，这一块残余就差不多。你们不用管，门是开了，已经开了，对。那你妈，我这边还在扛着锅，好多块呀。就是被暗影突袭搞死的，还有被毒蛇 AOT 的。下面挂能捆吗？捆，捆一下看看是不是马上破了。1800万。两个数十，三个数十，赚了吧？赚了。垃圾啊，怪在我身上。这你讲什么呀？这我怎么敢啊？这你们一个战旗接两个吼，我操，这有点。你们上面人捆的时候注意点，千万不要捆在大爽怪的边上。你捆在那边上不是白捆的吗？他搞到后面他控制不了。摇了。有远程的都还好，关键是近站位的。谢谢吗？还有目击准备啊？就暂时接一暗影突袭，是。你一个远程跑那么近干嘛？啊，妈吐老子了！对，暗影突袭怎么破？他会突远程，突了之后呢，他就要躲开。他有他妈的突我好吗？反应慢一点就被秒。不会秒，我就刚。不会被秒，他一次。真的，一次上面那只怪不用管了，已经开了门。我不要多啊！这青鸟今天是卡6000万的车都不多。车这么多，里边一个战士小怪都3100。A 的我真伤不起，我操！我还只要量加20%。那个上面那只怪只需要管前两只就行了，第三只就别管了。太急了，那个他咬一下两下 NPC 没什么事啊。我看了，在下面站的很远的地方就能拉得到，他就算跑到塔楼下去，咬两下也没事啊。你们刚出来就让我一下第一时间给拉到，不太现实，除非我手上没有扛任何怪，对吧？这个 boss 以后肯定没这么多 DK 坦，真的 DK 坦扛这个优势不大。
你看这个 P 子的远程几乎是不用动的，除了毒和蓝牙王八技能，第三次技能就是往剑去开，第四次技能是东东去开，我们治疗也是技能分享，但只有来一会功夫，哇，直接死了一个，而且还是 OG 死了。上后上后，你看左右两边都辅助门，那没标记的怪。他左右两边是两个门吗？你们 DPS 有空就点一下。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路德谁搞吗？再见啊，操，谁打了大半血？哎，当年你跟着谁搞的是吗？我分的是两个 DK 啊，然后青鸟给你 A 你不标。那种情况的话，一般都是已经怪出来了。